多谢俊平来看基隆的消息。基隆市民发起的罢免谢国梁行动，主办单位表示讲，短短两天已经有1300份的联署书，进入机会会当通过第一阶段。有关东华这个工厂产权的争议，今日内地政府公司呢，果然搁刊报纸广告，即个讲东华工厂招标案件，内地投标金额较好，是安怎是未封得标，要求公布评选文件的资料。针对这点呢，基隆市政府委任的这个律师表示讲，评选的项目有六项，内地其中一项上好，无代表就当摕到第一名。基隆市民发起罢免市长谢国梁，今日一早也开始动作，真侪民众来到联署站响应，才经过两工假期，主办单位统计已经超过1300分。在我们一开始的评估，其实没有想过两天就可以冲到1300份。我们当然也会担心说，会不会大家都只有网络上响应，但真的到实体，大家不愿意去参与？那目前看来，就是没有这个担忧的。要罢免基隆市长，第一阶段提起的人数上少3081项，主办单位乐观评估。基隆市府刚刚讲，即摆以市政的工作为主，啊，东华广场的政绩是差个二分分。虽罢免谢国梁的行动有进度，主张东华广场二楼到四楼三块的内资公司，嘛伫咧今仔日透早搁刊半篇。广告的报纸，即个东华招标流程。广告内底包括每一年入库金额，比方以市府底价3835万开价，内做投标金额是8361万。另外20年委会经费，市府底标1.5亿，比方开2.9亿，内做是开出4.08亿。婆婆看到内做投标条件是比方好。诉求是希望基隆市政府一次性的公布4家投标厂商的投标内容，以及市府所有评选跟甄选的文件资料，就好像参加一个考试，总共有6个考试科目。如果国文的作文写得最好，是不是就可以拿到第一名呢？好，我想当然不是的。市府国文律师讲，东华招商依照6项普评选，包括组织管理和英文教会，一个成绩较悬，无代表总成绩赢。当兵搁一摆伫咧小结，东华广场的政绩暂时跌袂倒来，民间罢免谢国梁行动面积进行，嘛引起各界关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